前我的嘴唇是干裂然后红肿，用了 N3 跟 AAOCHIN 那个十号水之后，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的红肿问题就已经慢慢的消除了。第二个见证就是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我的 Clay 他被蚊虫叮咬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颈上这边红肿了，然后我就用 double spray 去把它喷，然后他出去之后半个小时他回来 office， 那红肿的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。